我终于来了，我终于来了，我这胡子都长出来了。这就是以上游戏已上网。嘿，这是你的身份信息，你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。您在本期的角色是赵建黎。 角色简介：战国末年，燕国人，最早的姬助能手，生活只有音乐和刺杀两件事，活着的目标很纯粹。刺客，哇，老哥有位了，呜呼！请到等位区就位，我来了，欢迎我们的赵饶。 你是谁啊？你管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哪位啊你？你哪位？